洪执行长何东军何执行长。第二位呢，是我们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文教处王学奋专门委员。我们长官莅临哦。好，第三位呢，是我们的学者代表，是我们世新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叶一章叶教授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把主持工作交给我们的何老师。这个很高兴哦，各位经过了一个多礼拜的准备啊，我们马上就要进行三组的公听会哦。那么在等一会的进行过程当中哦，几个重点哦，时间非常重要哦。那每个人刚刚我们的主持人也讲过哦，就是说每一个人，你等一下发言的时候啊，用很简短的时间介绍一下说你是谁哦，你扮演什么角色哦，因为好像你们投个别分数嘛哦。那有一个我要可能要特别补充哦，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为了方便各位的作业起见啊，我们在当时在设定角色哦，有说你是正方、反方跟中间的。可是事实上哈，在真正的公听会当中，它不会那么的限定哈，因为当时说我们为了让各位方便哈，因为刚刚有同学问我说，那他有些时候他是赞成支持的，有时候他是反对的哈，所以没有完全绝对哈，只是说方便这个角色的扮演哈，所以其实在一般公听会上哈，没有什么正方反方，基本上都是请了各方的专家学者哈来针对意见来进行陈述了哈。好，我就做一个简单的说明。那接下去呢，我们就今天下午的公听会啊，我们就正式开始。来，我们就交给这一组的主席哈。来，我们计时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法制组的主席大家。那首先非常欢迎各位参加公听会。那我们先。